各位都是民间圣手，还望你们早施良药，早日治好太后娘娘。若有妙手回春者，本宫出赏银五百，还令有加恩。他竟然硬说太后娘娘没有病，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什么菊花沉香峥嵘园，明明就是神阶开阶散，到底是谁推荐的人？简直是有辱医德。我是皇帝，也是正妻，以后朕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 你还是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正妻。臣妾刚才听人说，皇上从御药房带了一位姑娘回来。如果臣妾所料不差，应该就是那位死而复生的杭姑娘吧？你嫌当着东厂人的面给徐老夫人诊病，万一太后知道了，有咱们的好果子吃吗？你是怕朝里的人知道咱们谭家的真实身份，可是我不忍心让咱们谭家。 祖传了上百年的医术，断了根。周公子，我是当今皇上的亲弟，成王朱祁钰。现在我要正式向你迎娶令爱，我要封雨贤为我的王妃。你说你是谁？ 民间之人欲入太医院，需过入院试验，如可知否？行试已知，愿为医师。试政第三题，考的是银针入学之功。你明明知道我是女子，不能再邀于此处施针。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够了，既然有人出那么恶心的题来为难你，你就算是进了太医院，将来也会受尽欺辱。今天。 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收你为关门弟子。师父，禽兽徒儿一拜。原来那个允氏就是杭家的那个活菩萨。太后，原来他就是谭父的余孽。原来杭氏就是谭父的孙女儿。皇上，我并不姓杭。 我们全家当年侍奉太皇太后的旨意，才改名换姓。我爷爷谭父，原来是太医院的院判，10年前遭奸人诬陷，不得不自缢身亡。我想请您彻查此事，洗清我爷爷的冤屈，恢复我们谭家的旧姓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 美玲，你现在已经是王妃了。明天咱们拜见过太后以后，我想把允贤接进府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当然没有。允贤妹妹对您如此深情，堪配侧妃之位。我要封允贤的是嫔妃。允贤，允贤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就是要娶王美玲。 真奇，你一直都知道，朕是喜欢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朕，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朕？告诉朕！
没有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好朋友。臣接受顺宁王爵，当为无名皇护守一家，永除边患，城中暴动，长城天在上，可见臣昭昭之心。这是你继任顺宁王时的诏章，朕记得，你却不记得。可是如今钟在哪里？城在哪里？也难怪，长生天在你心中根本就一文不值。看清楚，这是哪？这里是土木堡，不是你的紫禁城。都是你这个昏君，因为一个女人把我送进了天牢。我要杀光你们，我要用整个大明为我的这条断腿陪葬。叶心，别忘了我救过你。朱祁镇的两兄弟折腾你这么久，才给你个女官当的，可你要跟了我，我立刻封你为左夫人。我不行了。娘娘，皇上还等着回来看你和小公子呢。传旨，立太上皇亲子朱建俊为太子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狸猫换太子？咱们是王子换太子。自从土木堡之战惨败之后，朕心里就发誓，誓绝对不要再失去一个大明将士。朕是皇帝，朕有责任保护你们的生命。女官行事肆意干政，有违祖制，即赐御酒一杯，以儆效尤。要是有贤出什么事，朕同样不会放过安和郡主。你们以为朕是傻子吗？前手害了允贤，紧接着就来跟我示好，千方百计地逼着朕娶你。朕恨不得现在就掐死你！四路将士们听着，务必守住城门，必要时即退瓦剌大军，不要管朕的生死。朕已经退位了，其余才是皇上，你们都要听他的，务必守住城门。大明万岁！大明万岁！大明万岁！杀！允贤是我的女人，是我的女人，你没资格管。我没资格管？我把天下都给你了，你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。你还记得当年你跪在我面前要我把她嫁给你的时候，你说爱她护她，你做到了吗？你们个个都说朕不配当皇帝，可朕现在就是皇帝，朕是堂堂正正的皇帝。你有胆就把我关死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宫中女子千人，有疾而不得医，只得自叛其政，胡乱取药。庙宇道观尚且能设粥棚，已是贫苦之人。我既为贵妃，为何不可为皇上广施恩德，医之疗之？所谓医女，不过一个名号，未占朝廷官署，未知后宫才女。为何诸位大人咄咄逼人，硬要视我为妖妃恶妇，欲除之而后快？